让禁止令他们众生，我们在下面一个亲友面前禁止。删了吧，快删了吧，梦云，视频赶紧删了，不然跟你没完啊！对，走吧，坐我车送你回家。嗯，哎。天气这么好，我们散散步吧。大半夜的走什么路啊，多危险啊！还是别坐车了，车里空气不好，我们走走。坐车。散步吧。坐车。散步吧。车。散步。车。坐车。散步。坐车。够了。我今天就坐这不走了。好啊，我也陪你坐着，反正我也不着急。外边还是挺凉快的，在外边挺好。你们俩都不走是吧？行，我走。哎，不是你俩幼不幼稚啊？还能不能走了？到点了 ，King 哥，直播了 ，King 哥还不走吗 ？King 哥，到点了，哥，直播了，哥还不走吗？哥，我就在这儿播。好，各位宝宝们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自然堂的小灯泡面膜，双重黑科技打造，抛细纤维，石磨吸膜布，自带微导力，就像是敷着美容仪一样。你们看啊，是面膜纸，是灯泡，灯泡亮了，真的是有微导能力的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是富勒烯，堪称地表超强的抗氧化剂。你敷完之后呢，提拉焕亮，它的包裹力也超级的牢，你们看。小助理正在拼命的跳绳，面膜一点都没有动，可以时刻促进富勒烯的吸收。后面这种啊，皮肤粗糙的男人敷完这个面膜呢以后，就可能会像我这样又光又亮。哎，那个宝宝们，今天先播到这里啊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就点击下方购物车，自然堂天猫旗舰店有售。喂，你这就认输了，是不是不行了？没空跟你吵嘴，我要陪他散步。哎，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一直粘着他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啊！昨晚没睡好。想多了，我做了早饭，要不要一起吃啊？我不饿，你想多了。我特意给你买榴莲，吃了再走啊？不吃。怎么，心情不好啊？心情好着呢。你想多了。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一直粘着他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你想多了。我和你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我怎么可以回答喜欢你？不喜欢就直说嘛，说说。想多了，想多了，想多了，想虚伪。嗯，再想赢，也不是用这种办法吧？什么情况？咦，你都干啥了？怎么了？快看投票系统。啊！我的票数怎么作废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莫姨，我这种小艺人平时刷票刷惯了，没想到你那个投票系统这么严格，要不然我再找找更厉害的刷票公司。不用了，谢了。怎么会是零票呢？你好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请问有迅速改变皮肤暗黄的产品吗？有啊，您可以试试我们这瓶小紫瓶精华，
专门针对熬夜暗黄机。您是出席什么重要场合吗？我是去参加初恋的婚礼。您别急，您先坐下，咱们慢慢说，慢慢说啊。他说他参加海选，我要是放下身段来给他拉票，现在的结果是不是很有所不同？拉票？姐，除了投票，就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入围了吗？这是主办方跟各品牌做的推广，必须要通过选手投票转发来获取关注度，不可能有特权的。为什么要去刷票？为什么要去抖机灵走捷径？很多事情一开始并不会一帆风顺，但是你要相信自己啊，相信你自己的作品。我是想相信自己的作品，可是不刷票那票数它就是不涨啊。谁说不涨的？叫你来之前才几十，现在都上百了呀。啊？人家鬼哥对女朋友好，工资全额来买巧克力当赠品送，就为了跟他女朋友投票，那才叫暖呐！投票，投票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帮我投票。